Hello， 朋友们，晚上好。在这个新的海域，这个海鲜也是变得不一样了。看到没有？这是我赶海直播的时候发现的这几只特别漂亮的这个水母，还有那个六角海星也是特别漂亮的。手机还有电，留下个免费小红心。十一点直播了，记得关注我，看我今天晚上深夜赶海直播。准备好了吗？八十。当然是敲石阵蟹，老铁们啊，有活。螃蟹啊，是螃蟹。哇啊！哎呦我头！哎呦我给拿下来！这土生土长海边人，老弟绝对是专业的，因为咱们从小玩到大哈。最怀念的就是小时候拿个漏勺去沙滩里边捞这些猫眼螺，猫眼螺非常的好吃，营养非常的高。很多老铁喜欢吃海鲜，进来就点亮了红心。很多老铁喜欢大海户外捉海鲜，加了个关注，看我七点直播。这么大的眼儿，绝对的称王，那肯定务必是称王啊！必须给我出货！哎呀，我勒个去！我的妈，这不是穿心剑吗？朋友们，对这个穿心剑猛戳两下。上次挖这种海葵的时候，还是在去年。每次挖这种海葵，我的心里面是很澎湃，是很激动的，因为它太大太漂亮，一个太阳花，感觉它漂亮的老铁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。今天晚上11点，看我户外赶海直播。